判判，你怎么又在这里啊？喂，志忠哥，我这里有两个熟女朋友，看我们没有？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出现一下？拜托吗，志忠哥，拜托，拜托。给我狗腿，没有用，我已经点菜了。怎么了？他说再说。再说？你白痴啊？他说再说就是不会来。女生有公主病啊，帅哥有帅哥病。 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我们再玩帅哥朋友的游戏。欢迎介绍一下，这是小薇，这是小薇，小薇，小，哎，介绍一下。会不会介绍？这很弱哎。他们两个里面有一位叫小薇，另外一位叫小薇。怎么样啊，两位？我朋友来了，那请问一下说好的妹呢？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个还不够年轻漂亮啊？ 不是，但通常妹是意味着25岁以下的女性。哦，你找死啊！对呀，小薇姐。哎，你再叫我师姐试试看，小心我翻脸。好吗，薇姐？嗯，薇美美。小薇美美又太做作了，叫我小薇就可以了啦。好吗，小薇，可是这样好没有礼貌哦。你知道吗？ 女生啊，就讨厌名字后面加个姐字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好，好，好，你是跟我同国的吗？我当然是跟他们同国，你傻傻。狼狈为奸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都忘了介绍。我好朋友蒋志忠，他搞设计的，玩摄影。你好。 哎，不然这样吧，你坐去女生那边吧。来吧，来吧。不好意思，不会，女生都 OK。来，好相处了，好相处了，坐得了。听说你是设计师，那我们找你装潢有没有比较便宜？当然，两位都是豆哥的好朋友，一定会算便宜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我叫小伟。 你确定他是单身吗？完全确定，超单。你忘记单身这么大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就算是单身，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暧昧的对象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句我有听到，我可以跟两位说，我以前有，但现在没有。这样好了，我再好好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蒋志忠，单身。 谢那天超 man 的，那时候他直接跟人家吵架哎。哦，如果我在，等不到那个人开口，我就先揍他两拳。最好是啦，上次你被阿伯撞，还不是一样伤那么重，也没看你一样。哎，干嘛？你在算钱呢？又在算喽？你又在算喽？还差一百谢节，这个月怎么可能赚得到？烦。 你先不要烦恼啊，现在烦恼也没用啊。还是你要找人家借啊？能想到的我都借啦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有在接戏，等我大红大紫之后，借多少都可以。我觉得你还是先演好自己的角色吧，而且这个月你也不可能当上女主角啊。
哎、欸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我要听。没有啦，就想怎么赚大钱啊？赚大钱？去陪酒就好啦。开玩笑的。喂 ，Judy， 明天哦，好。哎，好巧哦，我对那个设计也很有兴趣哎。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啊？你刚不是说你也喜欢摄影吗？好巧哦，我也喜欢哎。你都有什么镜头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我认识很久了，他的 label 跟你们不一样，他到现在还在用什么傻瓜相机拍照，跟你们那种内单也不一样。你懂什么屁设计啊？你设计东西才奇怪，拜托。我？你才懂什么嘞？你不要自以为自己用自拍神器拍照，然后脸拍得很瘦，就以为自己懂摄影。你设计那什么鬼东西？你以为把人家设计回家就叫设计吗？好，你两位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们问题我等一下一个一个回答，好吗？拜托，冷静。小薇，你要上厕。我为什么要上厕所？你要上厕所，走。等我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你还没有喝完呢。干嘛啊？真的很贱哎！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喜欢的是我吗？干嘛这样讲？你照片长镜头看得出来。他喜欢的是你啊！他刚刚已经跟我留电话，我们都约好了。我刚明明就听到了，是你主动留他电话，他没有留电话给你好吗？哦，你又知道什么啊？对啊，小薇啊，我朋友蒋总他不喜欢你。还有小薇啊，我朋友蒋志忠，他不会喜欢你。可是皮卡兄说你们两个他可以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同学们，艺术往往无法用言语去表达，你要先有一个形象，去看他的下巴，他的特征，我要你们去想着他，才能够感受得到他。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哪一幅？弗列达·卡罗的《破碎的脊柱》。原因为何？很直接又悲壮，残暴又漠然，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幅作品之一。这画作用尽他一生47个年头，充满着血泪交织而成的画笔来记忆，很特别。而且因为这辈子他作画的原因就是爱情，我觉得只有爱情可以克服所有的事情。黄盼盼同学，如果你要打简讯，请出去打。不要妨碍其他同学上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同学们，接下来的4个小时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呈现出人生最优质的作品给我。大家加油！
喽。Heaven 姐好。来来来，请坐，不要客气。谢谢 ，Heaven 姐。哎，我有看过你的舞蹈演出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谢谢 Heaven 姐。有女朋友吗？有几个？啊？开玩笑的啦。哦。你们认识多久？从大二到现在2年多。哦，大二到现在啊。嗯。好，基本上哦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男子团体，大概预计差不多明年左右要发片。可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偶像团体啦，所以如果有女朋友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比较不太好哎。可是我们感情还不错哎。可是你这段感情会谈得比较辛苦哦，因为我们对外都会说你没有女朋友哎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可是当然，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会更好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的话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啦。之后我们会安排一些试妆，还有拍照，练舞时间可以完全配合哦。哦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练舞时间会拉很长哦，可能会一大早就开始练习。好。你没有来过这里？这感觉还蛮贵的，不会来啊？我都跟我姐妹她来这边啊。你就是太省了，但也奇怪，你那么省，怎么那么缺钱？因为……好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当自己人，你不用跟我说原因，缺多少？100多，快200，这么多啊？多久以内要？1个月。1个月，有点赶。1个月100多可能没办法，但我这边有个工作，以你的资质的话，1个月60万有可能。这么多，要做什么？我把你当好姐妹，我就直接说喽。做陪酒的，林董，这个可以买啦，这种价格啊，在这一区哪找得到？不好意思，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董，就直接叫我大叔就可以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不然我就叫你林大哥好了。可以。啊，这块 BOT 啊，以后就是商场。是啊，这个价格啊，你真是找不到了。怎样的价格？直接屋主说的。好。可是屋主比较龟毛啦，他还是想看到这个斡旋金。斡什么？斡旋金。我们两个看起来像新婚夫妇嘛？啊？还是赚22K 那一种呢？我们大树哥看任何物业。都是要买就是一口价，支票直接签啊，都带来的，交给你们啊。好，那我们去约约看。好。你支票都带来了？手机啦，支票你的啦。我觉得不错，这地方真的不错，价格也很好，而且那边这边一坪都已经78万，我计划把它先买下来，然后稍微改装一下，可以变成。商务旅馆绝对 OK， 好眼光，大叔真是好眼光。你有赚，记得要分我一点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最近有一家新的酒店刚刚开幕，里面的妹呢都不会跟我们上次去。不要。啊？不要。不是，我每次约你去，你都……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地方吗，同学？你有这么清高吗？你不要被我抓到哦。谢谢，你去玩就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你这边决定好，你再怎么样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了，拜。不去哦，酒店。快点！哦。
哎，不错哦，你今天好像跑比较快哎。不行，我真的跑不动，我真的跑不动。哎，为什么你明明一个娃娃脸，但是穿着却这么老气啊？没有穿得很老气吗？我觉得我自己穿得很年轻啊。哪里有？你看你衣服这么紧，裤子还这么高腰，你平常穿着应该年轻一点嘛。真的有那么糟吗？那应该怎么办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陪你去买衣服，好不好？这些衣服去换，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套服饰很好看，换掉，下一套。哇哦哟！有 ，check it out， 有。这套也不是很适合你，换掉。这条裤子真的好紧，我们一定要这么穿吗？哦，紧身裤本来就要紧啊，不然呢？可是我这么穿起来，我觉得我有些地方觉得很别扭的。你怎么这么啰嗦？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啊？快一点啊，大叔哥！快一点！大叔哥，你穿这样真的很帅哎！真的吗？我知道，今天晚上你就穿这样跟我去夜店，太帅了！啊，我。我是一只小鸟。江，你头发干嘛？这个你不知道，进来的时候先把护发的染那个抹在上面，然后套塑料套，然后蒸一蒸，但头发变漂亮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啦。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现在只要一喝酒，第二天我头就好像快要炸掉一样，超痛的。你喝太多了，是吗？好像真的也是哦。不过昨天晚上那两个熟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们互动蛮好的啊，他们快把你吞掉了。我可以感觉他们很寂寞啊，但就这样而已啊。男生跟女生还是不一样吧？感觉寂寞？我没有感觉到，我只感觉头痛，哦，真的很痛。那你有没有喜欢其中哪一个？还摇头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，大设计师，这两个熟女已经是我所有熟女朋友里面稍微懂得品味，然后很会保养，穿的也不错，而且东西都还是挺的极品了。你还摇头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？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热情，没有热情。昨天他们扒在你身上那样了，还没有热情。可你不觉得那些热情都是装出来的吗？这热情是装出来的，这样你也看得出来。我觉得他们跟那些小女生不一样，小女生就会直接告诉你他们要什么，可是我在他们眼里只看到结婚两个字。结婚？我没有看到啊，我只记得我最后看到的是结账。你真的喝太多了，是吗？皮卡丘也挂了，你没事，我也挂了，为什么？有在练哦。不过我想大概也是这样，会不会是我真的喝太多，还是因为我老了？我现在喝酒只要一喝就会这样子，头超痛的。我们都老了，是吗？嗯，也对了，时间是很公平的，你老一秒，我也老一秒。哎，差不多，我先去把头发弄起来，好吧 ？OK。哎，大叔也是。今天晚上还怕不怕？你现在在这种地方，你还拉生意哦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自己的店嘛，我现在有业绩压力了，不像以前去喝人家王八蛋，我不会怕嘛。来不来？晚上我还约大叔一起。
哎，干什么？丢毒？怀疑？敢不敢来啊？来不来啊？来不来啊？好，去去去去，来不来？不好意思啊，拍子呀。哎，大家，有没有发现大树哥今天哪里不一样啊？这不是大树哥的样子吗？哪是啊，是好样。大家先坐吧，大家先坐吧。吊尾。好像少了一个人哈、那个请问。不好意思。哎，看看，壮。哎，大叔哥，你今天感觉不一样哎。你今天穿好帅哦。是不是二十几岁的小女生都看得出来大叔哥今天哪里不一样？你背着一个包包是正准备要离开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要先走了。哦，那很好，没事赶快回家吧，再见。哦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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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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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屁股都还没坐热呢。啊！皮卡丘，干嘛？我也好样吗？是不是不是，不要回头！干嘛不要回头？不要！神经病！不要！请问皮卡丘在吗？哦，有啊，在那边啊。要不然你叫他吗？皮卡丘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。好吧，谢谢。爹的，谢谢你啊！我们在一起，你看，线条好，我转两圈给杰哥看看。没有，这有点尴尬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喝酒最好。Control!